好嘅天氣梗係對入座率有幫助啦嚇。見到球場嘅觀眾席上面咧係座無虛席嘅，球迷們連埋我哋嚇都係好期待今日呢一場波噶啦。咁但係比賽可唔可以滿足到大家嘅期望先？背景啊夠曬壯觀啦，唔知道球員會為我哋帶嚟一場點樣嘅比賽呢？球證鳴笛開波啦！蘇索查看奴古，這個攻勢冇乜效啊！韋素馬勒當拿傳個高波，差唔多到最後防線噶啦，解到圍就好啦。個波而家喺盧卡古度，起到腳啦！呢腳割草式啊，射得唔錯喎。解圍成功，有冇機會打反擊呢？波連尼踢埋上去，馬勒當拿浪高呢個波，有機會入波。哎呀，功虧一篑啊！嗱，攞波呢個都好嘢噶，入哨嘅時間好好嘅，反應夠快啊！軒達臣攞翻個波，盧卡古洛迪古斯泰莫爾巴卡約高傳去側翼，比基尼亞一個長傳就上前搶，旁征就潘越偉，哈薩特傳得靚啊！距離估計錯啊！個波而家喺盧卡古度，基斯爾。基斯爾邦拿雲杜拉走到個靚位，邦拿雲杜拉特利比亞搶得好啊，應該要睇實呢個球員噶。嗱，禁區入邊咁多球員，好難喺咁嘅情況之下入到波嘅。大力一斬。好嘢喎！一失咗啊，射佢入球出现啦！咁样同邀请佢去起脚咧系冇分别噶。呢啲咁中意起脚射门嘅球员啦，好心理应该 mark 到佢实一实啦。后防咁唔小心，咪要付出代价啦。僵局打破了，而家比数是1-0，想入波揾佢咪得咯。成功解围，洛迪古斯马勒当拿位数，咦，控得幾靚喎！哈薩特埋去射佢，上半場就係以呢一個進攻結束。
头四十五分钟啊，几刺激啦！目前虽然得一个入波，但系比赛嘅战情系精彩嘅。上半场领先咧，前锋系英记一功嘅，不过我觉得中场都好有功劳啦。哇！上半场踢到咁咧，真系讲都冇人信啊！相当期待下半场啊！下半场开波啦！喺领先1-0嘅情况之下，佢哋可能会踢得保守啲噶啦，未必会太过积极上前啊！睇下佢哋点踢啦吓。特利比亚鬼苏呢个直线靓啊！特利比亚拉散咗条防线，拉弓，守门员表现好好啊！鬼苏完全冇犯错噶吓，但龙门技高一筹，啱啱先话失，泰莫尔巴卡若高俾对手侵犯。鬼苏，马勒当纳，卢卡古，亚比迪，查汉奴古向前传出，坚达神，马勒当纳，好波啊！卢卡古射啊，越咗位啦！喺我哋呢度睇咧，我真系觉得好似冇乜越位嘅。不过我信旁证嘅，韦素位置感一流，挡住呢一球波啦。洛迪古斯、轩达神、邦卢斯。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洛迪古斯大腳長傳，比基尼亞好快咁向前傳，查看奴古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呢？高波傳中，可以解圍啊！羅馬洛尼立翻個波，比基尼亞。马勒当纳，马勒当纳埋门入波啦，比数啊进一步拉开啦。韦素完全知道队友咧系会俾个波佢嘅，佢任务就只要咧唔好越位就得啦。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紧身噶啦噃，系咪要换人呢？嗱，要赞咧，佢嘅意志力应该几好嘅，不过咧有心无力啦，教练换佢落嚟都啱噶啦。而家两队啊，相差两球啊。马勒当纳、艾巴、马勒当纳，整脚直线，睇你呢下啦。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直接长传，苏索揾到空位啦。又出咗界啊！韦素。马勒当纳好拉开了个空间了，踢射门啊，又入多球，完全都不收手的，领先三球了，点睇都冇得追啊！在正个龙门前面点射都入啦，系嘛？卢卡古好明显是个威胁嚟噶啦，但系对手后防咧由佢周围走嘅，差不多好像送了入波俾佢。
3-0 啦，呢场波越嚟越一面倒。完场啦！球员而家企上颁奖台领奖啦。嗱，佢哋凭住团队嘅合作啦，赢到呢一个冠军，亦都一齐分享呢一个光辉时刻。